喂，各位同心，咱来继续探讨，好冇？要讲台湾的政治吼，其实三个讲未了。然后一个案吼，拢会当发觉伊的弊病。拄只蔡玉珍小姐吼，在讲遐的官商勾结啊，这种事实的代志呢，伊但拄啊出去伫外口甲我讲，啊讲到迄个李什么年，迄个讲生祖囝，唔知老爸像迄个唔知甲过未？伊但拄啊当伊咧讲，伊甲秘书长先讲，人阿咧过的时，你爱通知一下呢。迄、那个会敢过尔啦，我讲袂啦，你查某伊会甲你过，你若一个查甫有三副地保，因头就甲你过啊啦，对不对啊？社会吼，台湾的社会吼，伫这个国民党统治下面，人性的价值严重的扭曲，你讲对不对啊？到底什么会是价值观？教育，规个六十九年拢在骗，拢在假。啊，教咱的学生，伫学校的文化是一种，出来社会的文化佫一种。啊，这种人出来，起一个念头唔对的，规个就拢出来。你在位的时阵，你有管理。你要画落就画落，你要画安怎就安怎，拢画直画横，拢总输在你的时阵。你敢袂动念？这个是咧试看你做一个行政官员，你要安怎来执行？过来，有真济啊，开标案的遐个大间公司，敢那是？台电啊，是啥货无？若要交际应酬，叫四五个坐伫边仔遐有无？得爱人硬菜好食，啊得爱人啊芳酒好啉，敢若袂双手攰迄种遐无？那叫到四五个，哦，啊安尼，伫遐敲钢丝。最近你有看到迄个南港轮胎案无？迄、那个毋是官员呢，迄是大间公司股票上市公司啊。伊将阿伯进出的金额，伊的采购的管理，伊有法度赔遐侪钱。你甲看讲，台湾贪蛮的这个社会，迄、那个气氛，迄、那个文化，会影响到下一代。今仔毋是讲伊是私营公司，都无影响到啥。即、這个经过媒体宣扬，迄价值观拢无去啊。屏东县上台湾的尾啊，迄个有一个迄种枪杀的地摊结有无？这一定啊！伊咧颁发学生的这个叫做啊第二名的嘛，第一名一定县县长奖啦，第二名是啥？议长奖。有位学生讲：“我长大要像郑议长一样啦。”哼，你看咱家有老师，你看你害头啊，别害头。迄、那个是外少年呢，迄警察哦，第二位哦。那警察在旁边，他叫行书李正站好呢，唱秋歌这就听到呢。苏金昌都死在他的手里，那搭场的演讲会都叫兄弟去乱场，一粒石头，吴泽源一粒石头，他弟死苏金昌，苏金昌民进党内面是一个非常清廉的人，伊的外号叫做酷吏啊，和陈定南差不多。我有一遍吼，我拄了讲了伊的机要秘书啦，我讲伊酷吏佮兼清廉的程度，
啊，变啊做总统的时阵，伊做总统府的秘书长。迄当时钢铁业伫中钢，你买无扩大。做钢铁的中下游，爱甲中钢买扩大，买无啊，爱排队啊。立法委员拢总排袂着，一定爱部长，或者是阿扁啊的核心。安尼你才有法度去分着。我有熟悉一个钢铁公司的头家。伊讲吼，啊，我选举拢有寄付民进党呢，啊，讨人情。我讲你也毋是寄付我，啊，我嘛无做立法委员啦，对无？伊讲无啦，你都较熟，你干嘛讨看卖啊？安尼啦吼。伊讲我这嘛是爱生存，我爱敢买嘛是同款安尼啦吼。你甲讨看偌济啊一栋吼，偌济互你安尼啦。哎，公开呢？伊讲啊，你都较顶头遐讲一下安尼。啊，我是讲苏贞昌吼，啊有熟啦，有熟啦，咱是真正有熟吼，但是无熟到会当人咪讲生理啦。我拜托我的朋友吼，讲诶，你敢唔去你台北找恁老大吼，啊讲吼，迄中钢的扩大吼，拨一寡块有某公司安尼啦，无伊无迄个钢铁的来源吼，公司会停起来。哇，迄当时钢铁业真好。啊，你若无中钢吼，买迄个钢板啦，是要创啥？无法度生存，真正无法度生存。所以一定爱踏迄个扩大迄个额度去哩。啊，我这个朋友吼，真正戆戆呢。我是讲哦，咱两个去点做吼。哦，啊，这条啦，咱两个都吃两年拢免谈。伊真正坐飞机去哩，去到总统府找伊，找苏贞昌。苏贞昌吼。边啊是无腿啊，然后腿啊，直接甲猫落，你听无？伊甲讲，你看头看面的你啊，啊，这什么人在用的？你也要来讨？安尼你知影吼？这谁在用的？你拢唔知？啊，连这也来讨？啊，因安尼啦。哎，我讲这拢总是有凭有据哈、啊。今仔日只龙影，全世界拢在看。呵呵，这唔知来甲过未啊？是讲过也不要紧啦。啊，这拢属实啦。迄当时，哎，有啊，因亲家嘛有讨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想到因亲家嘛有，对不对？有无？因亲家成立一个办公室嘛，有无？所以，你讲秘书长伫伊个台湾啊，新台湾论内面，甲建政书第二册内面有写着讲，要安怎改造台湾？你注意听哦，这个足重要。你要彻底把中国的文化、中国的风俗彻底洗得清清气气。这个中国的文化，就是红包的文化，就是人情的文化。你若让红包和人情包掉的，你绝对白脚白手，你绝对无到时间你的专业。你绝对无法度发展你的抱负。你做台湾民政的官员，我甲你保证，你无偌久一定爱落台，甚至于枪杀。哎，有影哦，秘书长千交代万叮咛哦，你唔要开玩笑哦。你只要执政迄一日，你掌握着权力，你真正敢贪，伊有讲过哦，先断掉，甲来赔偿你啦。民政府的官员不容许、不允许你做这种中国文化留下来贪污腐败的政策。咱真荣幸，大家在这组织福气，拄到买房车。咱打拼三年六年啊，咱即摆才来。因较早在推展身份证，若无互笑笑的，啊，迄个人嘛笑的。我甲你讲真的啦，结果呢，咱的身份证
竟然伫海内外才好用，你敢知？昨昏伫台南州的族群内面有人安尼讲，我甲回应。伊讲高雄州一个郡守讲，讲身份证好用到什么程度？我转述予恁知好无？增加恁的信心好无？这个一贯道你知吼？一贯道，一贯道的精神吼，我甲你讲，绝对咱甲赞叹。去到中南美洲，厄瓜多、哥斯达黎加、智利，遐的报告，就参照咱伫台湾的街头看到骑脚踏车，遐个外国人的少年啊。那叫做摩门教的，但是咱会较伟大，因会领薪水哦，咱会无。咱是某囝娶的，去伫遐咧宣扬道理互听，教人做好，教人做善。结果咱的这个道亲去伫遐，啊安尼唔知安怎用到迄个 passport 都过期，啊过期煞袂当转来。啊，袂当去美国签证，去伫哥斯达黎加去美国的飞机票，讲个十几万的台票啦。啊，袂安怎？想着讲要办台湾民众的身份证，800几号，吼、哦，有哪算早期的先觉者安尼？啊，因老爸吼、哦，为台湾甲寄去哥斯达黎加给伊，伊讲这无来试看卖啊。这讲美国 USMG 美国人发的来试看卖啊。安尼一多吼，去去迄个哥斯达黎加的大使馆甲讲，什么哥斯达黎加吼是靠美国，伊讲，这款认同的身份证明绝对证明是真的。安尼多啊，唔免去美国，伫我伫哥斯达黎加，佮摕到五年的签证。哎呀，这个道亲在厄瓜多、在澳洲落地签，摕到中华民国的 passport 了后，拢夹这个台湾民众的身份证入去，安尼就落地签啊。台湾民众的身份证已经予足济国家认同你的身份啊。证明你的身份啊！证明台湾政府是公开合法的组织啦！啊，你要身份证，你要唔申请？伊讲伊要看到，我阿讲上帝，你有看到无？啊，有影，你敢有看到？啊，无你咧阿门安怎呀？三太子来罗岗，你敢知是三太子还是鬼？我讲这事实的呀，你真正唔知影。观世音菩萨，伊讲闻声救苦，啊，你甲叫伊就用，你甲叫看用咩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相信什么？你眼见为凭吗？会使，你唱一场。即马呐来到中央两礼拜就来啊，你唱一场，你甲起外国试看卖啊嘛，安尼好无？咁是安尼，安尼就会当讲事实摆在眼前嘛，唔通讲你看到嘛。我系讲足济你看无到的啦，空气你嘛看袂到，电你嘛看袂到，咁是安尼。啊嘛，那是来甲你交代，你嘛讲你咧做梦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爱心的咧为人咧服务的，对不对？我系讲，若要讲要哪死吼，我有一套。我去对人三年，看要安怎死的。我讲有影呢，那是直接卖讲啦。我拢讲，讲总叫我卖讲伤济宗教的。我即摆唔是咧讲宗教呢，我咧讲这个心，这是可证明的。我咧讲你是台湾民众的官员，你的责任伫对。即摆面对着最后的一脚步，你一定要发出你的心量。天，你无法度甲改变，但是天是随人而异。
人无得变天，但是天是随着咱人的意。安尼你敢听？但是人爱叫天理啊！不义的政权，人若无法度甲推翻，天嘛袂用我哩啊！做一个官员，你包括你诶有所有苦民所苦迄个心理，我举一个例，这个例是东条诶人，你若无信佛教诶，你会当卖信。东条迄处境诶东山宗有无？东山宗千山百水去到印度那兰德时出境，伊出境回来开始翻译，翻译到伊要死啊！伊要死的时，规身躯参像万刀在割的痛苦，生唔知啥物物件，这是巨大啦吼！安尼足痛苦的安尼。伊安尼祈求，伊讲都差不多是诸佛菩萨啦吼。伊讲，我莫非是经典法理唔对？那无为何这般的痛苦，和我心不如死？伊安尼祈求，暗时啦，应该唔是无眠来做眠啦，还是困伤饱？那菩萨来甲讲。伊讲，你翻译个经典拢总正确，是安怎会要死的时，会见得艰苦死？伊甲讲，伊讲你过去生有一世做国王，你六通啦，拢人讲叫做好义啦、贪义啦、三公六义，好三千宠爱于一身。以前遐钱安怎来？瞌睡，民不聊生。你这个时阵一定爱受到报应。各位，你唔通无认为因果是假。我伫这讲这个典故，是要甲你勉励讲，咱徛伫任何一个角度，任何一个宗教，咱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你种土豆绝对袂发福啊！你免甲我骗啦！你掂绿豆就是绿豆，红豆就红豆啦。你种善的种子绝对是善果啦。那是善因，无善果是代表你恶业也袂消啦。金光净写啊，清清楚楚。各位，你要成做民政府的官员，你已经拢合格啊！今仔日这场了，你就过五关啦。等伊了后，你要怎做？你要尽你的责任，尽你的义务，要唔免担当。你一定要招人，赶紧把事情给赶满。9月13到27，美国人的检查是非常的重要。你准备好未？唔是咱在出力尔，你还佫放。国民党伫真内面在甲你揪后脚，伫要拜拜六，秘书长规圆桌会有讲过。我想我伫遮若讲，美国嘛知也袂要紧啦。国安局的人公开念 pass 出来，伫咱内面的学员，我来看看对一个，也袂我看的，念 pass 出来。伊讲我是国安局的，我伫你真足久啊，我歹事做尽啊，我做足侪歹代志，迫害民政府的代志，宣扬民政府的歹代志。伊讲我即卖来甲你输陈，必须另外讲我知，必须另外甲透露声音，知咯，咱唔知。什么人伫真在变古奇怪？什么人伫台湾六九里咧扯后腿，一清二楚啦？调查局嘛一个，啊这边喏，有啥物意涵？
是安那，这个时候伊要献底牌，你敢有想到？有啊。第一项，伊惊咱转型，有啊，转型有啊，报复，对不对？早晚一定报复的嘛。新加坡迄个变形，我来讲，第三遍了，你的尻川就老花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迄哪迄种的哦，不止三遍，我无爱骗你。上少要你分期我十遍，和你尻川好过来，过来讲，看你敢唔敢，搁再去乌手，秘在乌暗的所在，你共右后脚在破坏善良的百姓。第二个意涵。咱的一块中国迄块片也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有啊，你都看到吼，迄块片啊送予中华民国国民党统治当局、国安局、警察单位观战的人看，看了啊，看了边啊，哎，真的呢，台湾民主要执政啊。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中呢，伊拄啊切开，啊敢爱来敢输城，以后着咱管的乌心大队管的呢，敢是安尼？伊这个时阵当然伊派人伫真接受的报告，为头到尾拢总真正的法律，全世界拢总公认的万国公法，无一点啊作假，为。台湾民政府为头到尾始终如一，这个单位，这个单位即将要来带领台湾提升国际地位，要来执政啊！安尼会惊未？过去你危害台湾。你迫害台湾，你为了统治当局，要来统治台湾，你做狡猾啊！你敢免让转型正义？敢是安尼？啊，咱有一个转型正义小组，唔知啥。我听讲即卖在新法令吼，迄警察单位吼，那台湾基本法草案啦吼，即卖伫五楼咧审嘛。我听讲吼，我无去哩啦，我唔知，我咪议员。听讲，迄警察啊，接到案件三日内吼，敢若爱变形。这个案啊，定局啊，案啊，你犯案啊，定局啦、啊，三日内爱变形。即摆警察唔免连拍枪，连迄个吼，安尼一下落，安尼足准，安尼吼，速落安尼。要改变台湾的治安，要彻底改造台湾，是咱大家人的责任，不是秘书长一个人了。现在已经要进入八月了，离九月二十要搁过半外月，后手咱要搁差差不多伫七八百个，后尾排是高级班。秘书长交代讲，一定要拜托恁，已经恁拢来受五关过的人，赶紧甲少年朋友，赶紧甲咱啊较有信心的人，赶紧甲招来上课。四千个若够，伊讲绝对当选举啦。选举啦，动起来！飞机就来啊，不是海峡号啊，那只马英九要坐飞机就来啊。海峡号是咧坐，可能性吼、哦、较无管理的人啊。菲律宾总统马克思，伊要走路时是坐飞机呢。我甲讲有人咧甲问咧，秘书长啊，啊国民党要走路啊，敢会拢看袂出來？伊讲美国有讲。咱要无缝接轨，不扰乱治安。咱的左班长有摕个相片，我看美军入来相片，直升机、武器，
FB 我假敖啊，秘书长，入来，我卜出来，甲传去迄个 FB 啦，啊，都咧传，甲人动起来呢。伊讲吼，也未报销好诶，敢听有意思？战争法有规定哦，战争法的占领法内面有讲哦，美国军事政府要击败被占领的所在，伊要去报销完毕。会当完全掌控的时阵，这就包括啥？包括内湖金毛路的 AIT 100号迄个起号，对不对？包括伊的灌输要大个所在一号，对不对？包括国民党军海陆已经移除啊，海陆已经移除去啊，所以国民党的部队拢爱控制甲真好势，对不对？包括所有。国家会当赔钱的单位，咱控制好势，包括外汇存底，咱控制好势。安尼就正式宣布啊！安尼你讲对不对？伫三门宫，我有叫一个阿扁的总统的国策顾问去听演讲。伊今昨个今日甲传来，伊讲日本昨公布解密资料，你唔知看到无？看到哦，那个解密资料吼，无讲到这个法律，又讲到要甲台湾，要要求台湾吹塔的，卖讲钓鱼台是伊咱的啦，哦台湾的啦，啊伊要换台湾留伫联合国的时间呐，啊，这是日本的解密资料，昨啊，昨的迄个电子报里面有。伊问我啊，我甲讲吼，美国甲日本，那也袂咱过以前啊，拢在模糊焦点。日本是无奈啦，伊是互缩限伊个发言权。台湾明明的伊个伊个袂使讲，啊美国咧，我很多有讲过啊，两面说法，这种属实的。证明，咱秘书长伫伊个册内面写甲清清楚楚，所以你若要共论述万国公法的法律、旧金山合法的法律，或者是咱战争法的法律，你一定拜托你用心甲看。你只要依据这个法律，我甲你保证，无一个我都讲个呀哩，包括民进党上强迄个区议员，喇叭。伊完全袂，我都甲你坐。我即摆咧等伊转来，伊伫日本，伊伫日本京都伫研究台湾的地位，京都大学伫研究台湾甲日本的关系、甲中国的关系、甲美国的关系。但是必须听我讲，日本找无资料。我讲啊，你这资料咧？那资料美国给咱的，啊，陆续给咱呐，哇！加拿大嘛解密资料给咱啊，美国嘛解密资料给咱啊，包括啊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解密资料第16条、19条、20条，迄拢总开去啊。啊，迄六块片啊，是为着咱要集证，赶紧要甲台湾人讲，这个意思是要让台湾动乱啦。啊，嘛要甲国民党甲民进党两个人各扒一个嘴皮啦。台湾不是恁的啦，一个中国政策讲甲清清楚楚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，不是中华民国的，也不是独立的政策，还搁美国军事占领中。安尼看过这个片的人，啊，你还搁袂醒？除了你昏迷，只是春衫啦。真的啊，我问你啊，看过迄个台湾属于谁的啊？欸，美国20个单位写的，20个单位制作的，敢若一个身份证，印一个 USMG， 全世界的声音啊呢？啊，美国人敢敢乎你做过一年？咱敢有这大胆甲投印迄年呢？啊！迄个判，迄个
另外一个团体就讲咱安怎，啊姚嘉文还佫讲啊较含糊，还佫较屁话，我来讲要屁话就食槟榔，讲咱是有史以来上大的诈骗集团。伊南二该死啊！我无骗你，安怎该死？唔是啦，变形。伊的言论，去用引用迄个日本，日本独派伫 NHK 咧讲，我为着要招阮囝来上课，阮囝去 NHK 看到，伊讲爸，你食到要六十岁啊，今年五十九。啊！你看这可怜，人来给你骗，你就听。我老师也讲，伊讲啊，我伫日本看，我唔是台湾看的呢。我啊，日本就足够你啦。啊，日本就引用台湾姚嘉文的言论呢。安尼，我讲吼，即摆你甲过啊啦。两礼拜前，伊已经招咱要和解啊。啊，你敢听？就是代表伊生意唔对啊。伊安怎讲？伊讲，啊，阮顶面林志升，台湾民政府林志升为什么都没有回应，害我们落入他的陷阱中。讲有人应这个话，哎，还有应这个话呢？嗯，啊，我甲就该回应，啊，你都时间都水落石出啦，敢是？结果呢，咱无爱接受和解。咱要求进入法律诉讼，在法律讲个清楚，你这消息来源有得来，对嘞，就是台湾的姚嘉文，安尼边啊，啊你姚嘉文你免负责，民进党的人，就是听姚嘉文的言论，我跟你讲，到这时头壳还阁转袂怪，啊我一个去吹啊。过去的东班，过去的革命的战友，我讲哦，你唔茫去甲人害啊，唔茫去骗啊。伊讲无啊，恁在骗，唔是我在骗呢。伊讲，我唔骗得，唔茫去拖人去死啦。我甲讲哦，来，坐来论一下，啊无来上你的电台，咱两个来辩论。你甲讲，谁在骗？一个观念，互你。伊讲。咱民政府在骗，我讲，啊你台独，台湾要独立花二十几年啊，三十年啊，无成功，啊你不是在骗，对不对啊？我台湾民政府的法律是全世界标准的，我跟你讲，美国的总统，这手是二啥？二圣经，圣经是啥？圣经是天父呢，基督教叫天父，对不对？那是接近自然天顶的那个上权威的万国公法，万国公法是接近圣经上帝要用遵守的公法呢，包括美国总统都不敢违反的公法，这是咱台湾民众的所依据的呢，是不是有个标准？是不是有个骗？我这大了出去，民进党差不多是在搞扯啊。我也得失了啦，我那卫生也好啦，我若看到讲要选举吼，要选举，甲人选安尼比赛，啊啊聊落吼，啊，互台湾选举是延缓台湾国际提升的一个有后力的所在，你敢听我意思？就是讲，你承认中华民国的体制，你伫伊的体制内面甲伊玩游戏，你若要甲承认。你要甲伊选举，互国民党家己去算，美国人就击败啦。万一若当袂赴，咱拢袂投票，好无？万一今日若当袂赴，拢袂投票，好无？影响咱所有的人，咱来拒绝投票。咱无同意中华民国的体制，中华民国的体制，咱拢。不爱支持，也不爱配合，要给你看。但是，我看有的人，若人情包围，你可能有哪会去啊？厝边隔壁在拜托啦。啊，这才是人情啦，吼。
台湾人吼，迄、那个四百年前行过乌水沟来到台湾开垦，所有六个屯垦区，所有汉人的所在，甲原住民一直拖拖到这当今。我若看到讲，咱来做事，风台来就搁拍拼一收，安尼赚一个三顿。那看到原住民割山族的土石流来，都爱搬厝离家，你敢知影这是安怎造成的？你有看过《看见台湾》这个影片无？台湾为割山到河流，拢总歹了了。你看到花莲在乌水泥，千疮百孔。你为罗水溪、二金溪、二战人溪，到到后硬溪、高平溪、坚定河，做一条清气的。你所住的所在空气，你有法度呼吸无？台湾这个土地，是咱永永远远要留予咱的子孙的土地。我第一遍，甲秘书长，我考着郡守的时咧 interview， 我甲讲，台湾为了活路这条，但是咱要制定，予台湾这个土地永续发展的政策。这个政策就是国土规划。国土规划就是不应该住人的所在，袂使住。山林的保护，台湾是山高平地少，咱的落雨季是拢落集中是即个风台季，叫做落大雨，伊咧集船，迄、那个头先袂去，安尼会造成水灾。这已经变成常态啊！那是加南平原、加南平原，迄个叫做沙漠地带。五十年后，遐绝对变成沙漠。专家的调查报告。所以，你若要把这块土地，要让伊做到像日本人伫遮所留下的基础，要重新规划。山顶的原住民高山族的大个所在，若无适合人居的，甲请来平地，咱家用上好的福利甲照顾。伫山顶起厝起别庄的，种槟榔的，种高丽菜，无法度种迄种植物会当拔土的迄个物件。拢总总爱彻底改造，未来的社区医疗的串联，台湾人身体愈来愈好是医疗的问题，大家人拢靠食药啊，无病嘛咧吃维他命、维 A 食到唔知影偌济，食到 N。啊，健康食品，健康食品，迄健康食品是夭寿贵啊！我是讲，迄好嘢人咧食，唔是，有个人个少，伊就买，啊一个买拢几啊万，啊唔知是咧食饱个，还是咧食枵个，啊有影？健康食品食袂死人个，啊食袂好咧，啊你着心理感觉，台湾人爱食药，啊你若看到遐医生。大金病院在乌卫生局吼，啊你，你还袂食药，我就警示啊。健保卡的健保卡会当用去，去撸撸啊，会当安怎？你知唔知啊？你敢袂？迄医生会叫你配合呢？健保卡来倒啊？这是咱的医疗资源，行政官员
你一定要有为百姓保护、拥护全民的资源的时阵，你一定要有这个心理。你唔能讲啊，这个在我的范围内，无人知，啊，你得要安怎？天灾啦！我跟你讲，天灾啦，绝对灾啦！时间到就灾啊！要困求啦，拜托咱的同心，咱的啊内阁官员，咱的行政官员，你要有动力的心。秘书长千交代万叮咛，咱伫这个关键的时刻，唔但是训练你的专业的素养，爱提升到你的素质。伊讲你要领导一个团队，迄、那个心量爱放个宽，唔通人我是非一大堆，唔通伫真做妖乱。唔通人来讲，你就听，坚定你的信念。台湾民政府唯一一条路，你相信，该相信，安尼就对啊。有人讲，啊，疫情，啊，哪无来呢？四千个哪到，啊，美国哪无入来？这个时阵。秘书长去上脑筋，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，司法大于行政，总统一定爱听法院的判决。你放120个心，美国伊若要给打迷糊仗，伊唔免。这个身份证唔免用晶片，唔免用 USM 机。美国若要推卸责任，伊唔免和咱过了，唔免就解讲，伊放弃一切控辩权。你相信这个就好，你相信这个是真的，你相信法律会当解决台湾的问题，你相信法律会当救台湾的活路。啊，过来你要哪做？咱相信啊，咱来参加，咱要正做台湾民政府的行政官员啊！你敢是爱付出你的责任？你的责任，你也未担当公职的时阵，也未执政的时阵，你是爱准备。你爱甲人讲，你唔通自私甲讲，嗯啊，我有以后要领180,000就好啊。五倍、三倍至五倍嘛，150,000至180,000，敢是安尼？啊，我有通领就好啊。你会将你的福利，将台湾民政府对台湾人民的好处，甲人讲，敢是安尼？啊，要讲以前，你爱看一撮册，你若无要看册，无看咱的影带，按照论述甲伊讲，伊拢无得甲伊推翻。放逐司法伊该准的法律，民进党到将士无一个敢有法度敢推翻。伊讲咱要制宪建国，我讲你咧制八摆啦，啊变啊2000年你就好坐啊啦。伊个讲我不能，谁也不可能，有无？啊是啥物？你搁选会到呢？免哪做，咱的所有权都还可拥有，伫日本天皇的手里。美国军事占领中，你免哪做现建国？赖清德去中国大陆讲，台独是多数人的共同想法。中国大陆甲讲，台湾的问题由中国人来决定，有无？马英九阿公，台湾的问题由2300万人来决定。这句话是在讲啥？敢听无？我听无。啊，真正听无。这块话的意涵就是讲，
台湾即马的主权唔通你上呀，有无？中国伊咧讲，阮决定；国民党咧讲，台湾2300万的人决定。今仔日若主权决定，敢得搁2300万的人咧决定，敢是安尼？对不对？咱这边予天皇决定了，咱即马为要做的，就是拜托美国军事入来占领。把国民党刮走，才来决定咱台湾未来命运啦。这个时阵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保护条的，咱唔免买武器，唔免做兵，唔免讲到歹听，人纳税金嘛免的，那按照占领法是免纳税金的。哇，波多黎各嘛是一年甲美国讨90几亿，啊，大家也免徛，兵食甲肥肥有无？啊，咱嘛念伫安尼咧，哎，我是惊过迄粒啦，吼、哦。美国军事占领中，这个是甲全世界宣告咧，这个土地阮保护条的，你中国你唔好插手。所以要重返亚太地区，为安倍晋三的集体自卫权的，咱看得出来呢。伊一波一波在做亚太地区在布相呢。所以咱拢唔要烦恼啥。然后人咧解讲啊，中国嘅态度，国民党会走未？你得按照这个解论述，我相信伊绝对会接受。至少爱来办一个身份证，保护伊嘅财产的安全。世界拢通用啊！啊，你有一天会出国啊？咱一个东兴伫越南钢铁厂咧乱的时，好个在伊身躯一个台湾民族的身份证啊！伫越南呢？越南，你若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诶 passport 吼，得爱乌色卡会当去坐飞机呢？$100起跳呢？伊拄啊急中生智呢？摕一张台湾民族的身份证起来。结果吴志明啊，吴志明听讲是台湾管安尼个人啊，哦，我对台湾人真友善，安尼伫遐留落。台湾民政府承认，哎，你先行。台湾民政府身份证会当先行，安尼你怀疑也无啊？简单甲大家分享，我特别。哦，秘书长，拜托，您一定爱赶紧要伊，甲你认为较适当的人，该招来上课。赶紧一日，予台湾离苦啦！安尼好不？谢谢，咱今仔直接到这为止。非常感谢，咱的蔡所长，所长他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咱有听到吼？有够无？我为长到今日吼，今日咱的手上疼，啊上麻上红的，是不是安尼？因为讲啊上过好啊吼，所以呢，这边只吼，我来请求一下吼，来，咱的酒店，咱台南做了举手看看，恁的酒店有够无？我来讲吼，你利用这机会，好好甲酒店来配合，将台南不啊吼，将台南所有会当站起来。咱都会成功啊！啊，我外口嘛是高雄酒抓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互相的啊，迄个，啊，非常感谢哈！过一次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好的，好。啊，非常感谢哈！咱即马开始要食饭啊。